澳门科学馆一共有14个展厅，包括呢个儿童乐园厅啦、太空科学厅啦、机械人厅啦、物理学厅啦、电学及电磁学厅啦。咁一共有14个展厅嘅。咁我哋咧参观嘅方法咧，我哋由搭 lift 上去最高嘅层，由第14个展厅一路一路沿住个旋转楼梯一路落翻嚟地下嘅一号厅。咁呢个澳门科学馆咧，占地面积咧大概系5800平方米，所以我哋首先搭 lift 上去最高层，由上边第14个展厅一路一路沿住个旋转楼梯落翻嚟，咁大概参观三个小时。咁咪完成咗呢、這个参观。好戏走那东西下，手手是黏着他，心跳感觉叫着他，爱上他的每一句话，光芒温暖着心啊，愿望诉说给夜晚的话，风中呢喃话，是否他也在想我，每个夜细落在心中发，夜色渐渐深，小女孩在等着他，希望梦成真，有他陪伴永远不怕，星空星空叫着他，爱上他的美
守在远方，寂静的夜晚，心事在流淌，月儿圆满，照亮你朦胧淡淡的思念，慢慢诉说出心。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